Hello，B 站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是你们梦寐以求的猛。对了，猛一看还可以的一个 UP 主。正如刚才视频开始的时候你们所看到的，因为你们海量的弹幕攻击，导致我的小宠物没有加起来啊，白白浪费了我10块钱，所以现在心情有点低落。心情一低落，我们就想做。对了，终于猜对了，做蟹黄豆腐煲，我们边做边看。那么做这个蟹黄煲呢，材料就稍微的繁琐一点了。这是上次剩下来的 vegetable seed， 然后大可不必的 egg 啊，鸭蛋 ，tofu， thanks food， 这个是什么 ？onion， 但是一般都会说 Chinese onion， green Chinese onion。那么做这道菜的时候，难免有点浪费，因为只有黄对这道菜有用啊，青是没有什么用的，黄很重要。终于做好了啊！大家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？错了，我今天的头帘方向换了啊！哇，这一大锅用的嫩豆腐，可以了。我还是直接拿这个饭煲啊，往下调整一下，嗯，再变回来。完美。但是这个东西啊，吃多了可能有点腻啊，我觉得。啊，哇。豆腐的速度有点快啊，差点吸进去。嗯，哇，还有小葱。我看视频里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弹幕啊，说吐勺上什么你老躲啊，我吐得远，吐锅里了。你这个，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口水啊，没想到你们那个是那种提一下的啊。哎，我可以放上面，嗯。这豆腐真的很嫩啊，哇，嗯嗯，听说这个喜茶涨价以后啊，我赶紧买了一杯啊，这现在这一杯快30块钱了，证明自己终于步入了上流社会。满满的一口。嗯。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米饭呀是喜欢吃这个干一点的还是湿一点的啊，对不起，应该是潮一点的啊，我就喜欢吃干一点的，然后慢慢的把它变潮。你看这样，我所以我做的菜其实都是会有那种汤的。嗯，哇，我现在都不敢说私信了，因为我一说的话你们肯定说我是无中生信，可是它真的有，我没有编，不是，我没有去编造，它是事实。有一个妹妹。
算了，没有这个贸易买啊，下次再说吧。下次你们私信我说，把你们的这个身份证的正反面发过来和真实的姓名啊，我直接读姓名，嗯，省得说有一个。哎呦，我去，这什么玩法？哎呦，下期见，下期见，我得收拾一下，赶紧啊，这手忙脚。